国军出动了云豹八轮甲车，28号在白河战备征询，结果附近的居民是列队欢迎。垫脚社区欢迎你。透过画面可以看到，当时这个战备征询一路经过了南165线白家公路、白河台一线后壁区，而且呢是一路到嘉义水上的南靖油库来执行重要目标防护。经过了这个白河地区的时候呢，这里刚好有国中、幼儿园，还有这个活动中心，所以呢当地的老老少少大家列队欢迎，还有这个高举着"英勇国军有你真好"、"全民国防万众一心"等标语。在这个社区里面出动了20多位的长者，其中94岁的老人家也在欢迎行列里面。社区的总干事是表示说，国军保家卫国，社区长辈知道之后呢，就决定要站出来为国军加油打气。